Hello， 我来了。Hello， 你会玩大富翁吗？我老大富翁了，我都没删过的游戏。真的吗？你看看人家，刘老总，他刚才说你特别菜，他说你。那不可能。我他妈跟他们说我三岁开始玩大富翁。球大，咱俩不能选一个性别的，咱俩选一个性别很有可能他们什么什么所有女生进监狱，咱俩就都进去了。咱俩得这个音乐从哪来？有道理是吗？咱俩得选一个，这样的话就能活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个计谋告诉他们了？有道理啊。来对吧？管他是啥。这个应该不分男女吧？你可男，我可男可女。你不，你这就是男，你这是男啊。这能看出来男女吗？哟，送进去了，就应该给。2000 years later， 啊，我出来了。温涛能不能摇个四，直接被狗咬完进监狱，要进医院？哎，神他喵的，怎么是这边走呀？啊，你太倒霉了，我跟真的是无语了都。怎么是这边走？哎呦，这怎么玩？我问你。运气是守恒的，我们后面运气会。我靠！一，来你就来入狱三天，来啊，看看谁进去啊？啊？免罪卡？哟，嗯，假货卡？我还不是进去呢。哎呦，阿贵真是想太多，还想免罪。哎呀，免罪卡，免得了罪吗？漂亮啊！一二三四五，求求了。你是五，送他到医院去吧。房子炸了，一起进了，好兄弟。一个车够不够了？点了点了点了，再来一共就29天，光涛住了二十，一共就30天，光涛住20天，我是没话说。两个雷把他这个直接炸两层。呀，你进去，你也来了。啊，住院模拟器。漂亮。悲情人物，这还用你在这儿给我列出来谁是悲情人物吗？真的贵物，太离谱了。然后刚才被狗咬进去，他就完了。啊！不服光涛，我也不服。我不服。我们不是技不如人。对，就是运气差了一点。嗯，再来。我想想，就这一点点，无所谓的。嗯，这个，这中心公园，哇，他的好爽啊！可以，这把涛涛要起飞，这把他好幸运啊！选什么？存入所有现金，别搞那个什么入狱就行了。存入，让他们把现金存出去，他买不了地了。哦，哎，怎么样这一波，小怂？无敌，这咋办？啊，平时，哎，我要不要摇一个骰？哦，不行，我没钱，没钱就是跑。不跑，没事，这回能有那个银行了。哦，我的观众都太欧了，所以我比较。我两个骰子摇了个三，我两个骰子摇了个三，我吐了。小美能不能给他送进去？别让他提前。哎呦，我马上就要掉头。你转向之后。兄弟，你被转向了。我哪知道俩骰子他就摇不到个五啊？我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？我哪知道这啥概率？我吐了！我为什么要浪费一张卡？
郭文涛给他逛街。哎，兄弟啊，好快，郭文涛骑一个小电瓶，我能给你转回来。那我干嘛现在？我摇个一、啊。你别走太远，你用一个骰子，别走太远。兄弟，一个骰子给他摇个六看一看，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快球。怎么搞呀我？两个骰子摇，摇啊！两个骰子摇，你这不是两个太离谱了，一个骰子摇，两个骰子打火。郭文涛怎么骑个电瓶车给他溜达一天了？扔骰子玩的，两个骰子摇吧，一个骰子摇，两个摇六。两个摇他妈摇个四，摇个三。太舒服了，花钱的感觉就一个字，现在不着急转。下河转，再见。太难玩了，我发现了，确实不是我们技术问题，就是运气太差了。哎，兽行结束，太好了，我准备卸载这个游戏了。难受了，从头。哦，就一开始拿了个什么50%的存款出付了一下，然后就一路倒霉，兜里没子儿，资金链断裂。放一首音乐，然后下播。希望伴随着这首歌，我们整个直播间都能够转运。